叫李星汉。希望可以把冠军留在台湾。我叫彭先英，最大的期望就是男双冠军。这次海州杯缘起，最主要是因为2020年奥运。台湾男子拳手其实这几年成绩一直慢慢的往上拉，既然今年是奥运年，可以帮他们争取机会，就可以让更多观众在奥运前看到他们在台湾比赛，所以我们决定把今年海州杯设在高雄。我觉得这次海州杯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他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台湾拿到这么高的积分，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机会。第一次在台湾比这么大的等级比赛，普通时候我在国外也没有比到就是12.5万的那个加一比赛，所以要赢球 OK，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吧。高雄阳明网球中心已经很久没有举行这么大的赛事了，而且这次是 ATP 挑战赛等级最高的，好比说300寸大萤幕在中央球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比分，我们有6大平台网络平台同时转播这些比赛，然后 ESPN 跟爱尔达电视同时都会转播，让可能没有办法亲自来到高雄，全台湾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最高等级的比赛。蛮多厂商他们都会进来做一些球拍试打啦、送摩托车的试打啦、网球九宫的很多很好玩的小游戏啦，其实不错，就像一个嘉年华会一样，让大家来高雄这么热情的地方参加，这样子可以把这个场边的氛围给营造出来。网球选手，大家平常看到他们都是穿着运动服，然后在场上比赛，让可能所有的男子选手脱下他们的球衣，换上西装，穿着比较正式的衣服。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欢迎晚会，欢迎所有从国外来的选手来参加这个晚会。对我来讲，这个礼拜就是很，我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，然后能够把冠军拿下。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去强求，你只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。跟队友搭配感觉是也不错，然后再加上你出去比赛的话，你至少是两个人一起的，就是会一起训练，然后一起聊天。冠军直接留在台湾了，奖杯直接给我了啦！叫谁回家练练？你现在回家多练练。看一下 take 一下的签名 ，so cute。到世界各地，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孤独。观众感觉出来就是那种气势吧，然后那种爆发力这样。未来就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目标和状态这样下去。各位观众，请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选手李星汉。第一轮单打其实没有想那么多，他是第四种子嘛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单打就放开来打，输赢也没关系嘛。打到第三盘的抢七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体力已经快要不行了，但是那么多观众在帮我加油，给我一些动力。可以让我咬紧牙根，然后又拼回来。
我重心主要是放在双打，因为上个礼拜比比完赛就是觉得腰真的不舒服，每天就是治疗啊，对吧？比完赛以后就一直做治疗。这部分的关节地方，按去把它拉开，然后慢慢让肌肉放松。其实还没下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痛了。毕竟大家都在看，咬着牙也要拼过去。用脑筋在跟人家作战吧，因为我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平均，但是要赢对手的话，就只能出奇制胜了，对吧？没有别的方法，尽量去打好每一场球啊，不在乎输赢，就尽量去拼。要教我们多少？还好，还好，撑得住吗？跑会不会动？还可以，跑住。其实台湾很多选手，男子选手，他们很有潜力，但是他们找不到正确的方向，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要或者是可以做到的东西给做出来。就像我们办比赛一样，我们从逆境中去成长。在他身后要进场的是我国的好手杨宗桦。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应该在发球吧，然后其实在台湾也有地主的优势，然后也就是能激起自己的斗志吧，然后在台湾可以更想要赢球。去上赢冠军之后，其实大家都会把目光看就是往我这边放，然后我不管输球或是赢球，大家都是会这是一个就是重点，然后我觉得。但对我来说一定会有压力的，所以那场单打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我第一盘自己就是节奏自己乱掉，然后自己也打得太急，第三盘输了两颗球，其实自己觉得蛮可惜的，因为我已经从 tiebreak 一开始是3-6输嘛，然后追到6-6，然后就再连输两颗，所以就没有把握住那个机会，然后后面就最后一颗还跌倒，对吧？所以就蛮可惜的，一个礼拜 只可能会有一个冠军嘛，所以大家都是通常都是每个礼拜都会输球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自己去调整的，自己也要知道说，其实一个礼拜所以一定都会输一场球嘛，要给自己一个心理一个准备这样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因为天后的关系，比赛将要暂停。待天后稳定以后，我们将再恢复比赛。谢谢。从礼拜四开始，我们比赛就一直不停地遇到下雨天停赛，所以我们的赛程一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。花这么多的经费，好不容易集合这么多的选手。如果比赛被取消，那真的是很可惜。Mom, can you tell him stop raining? 谢谢。但是裁判长说他看气象，最后一片乌云过了就没了。但他昨天也这样讲，就下了一整个晚上。能打最好，拜托，打到半夜我也撑下去了，拜托，不要再下了。但是现在一切的变数，我只能先刚才跟你报告这个情况。目前因为天候的关系，比赛又被迫再一次的终止。我们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确保您自身的安全，您注意自己的护理，防范火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只是因为球迷因为下雨没办法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战这一刻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。但是希望赛程是走得完，对，希望高雄不要再下雨。
对我们来说，旋转数据已经是很大的突破。自己也蛮幸运的，就是说可以能够再回到台湾，然后在国人面前比赛，我觉得已经不可求了啦。其实每一个选手能够在自己国家出赛都是很幸运的。紧接着在中央球场要登场的是男子单打的决赛，将由日本的好手伊藤桐马迎战同样是日本的选手田田豪。反正不顺就过去了，往好的地方想，下一球的结果会比这一球还好。继续的坚持下去，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兴趣，然后也是一个工作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这样，台湾这么大比赛，他们是有舞台在，他们就是可以发挥，在全部会支持他们观众的情况下发挥。那这就是我办比赛，我希望看到所有的选手他们能展现出来的精神。他们如果愿意坚持去做，他们一定可以做到他们最好。